这位一定要头前吃的，所以现场的年轻的嗨完换前面的嗨，对不对？老实讲，军中情人是这一战哈，这那看到伊哈，哎，规身躯拢白灵光了，真的哈，我欢喜嘞，但是我算是后来的，你是后来哦，我后来我还没有我没有接触到他，你再早期一点是邓丽君。哦，更早期，更早期是邓丽君，带来就是这一位，我们现在要介绍军中情人，永远的军中情人，永远的军中情人，有没有？以前起码都是小姑独处，哦，是，嘿呀，真好啊嘞，对，没关系啊，就是过日子过得很开心。其实一个人是很好的，当然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也是很快乐的，对，跟你一样，是。哎，对，没有错，哎，是。好了，我们就赶快来介绍他出场了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方继伟。再来这首《悔》，悔，迈过后悔哈，经典的歌曲。嗯，大家好，来宾请掌声欢迎方继伟。Peace.
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，彰化一点都不冷。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歌，但是我想近距离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那谁可以牵我下去？音乐下，海鸥飞啊飞。哦，可以可以，谁都不敢上来，怕位置被坐走。我耳麦的音乐小声一点。飞到我窗前，带我到天涯海角转一圈，心痛也许就能烟消云散，看得更远。你好，想你也不对，恨你也不对，我的心我的人我的爱被你锁。长发飘呀飘的让风吹，而千丝有万缕缠绕在眼前，冬天已经走了，我的春天依然孤单。你好，盼你盼不到，找你找不到，一生情一段缘，一场梦化作雨。
哇哇，还走得回来吗？走得回来吗？谢谢，我们就这样讲话好了，就这样对对话就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可以现场连线的。OK， 来来来来，我们也下来这样好了，我们直接呢，台中把现场往这边拉，来台中开个演唱会。Gaki， 好，来，哎，那个，哎。啊，你陈梦贤的粉丝为什么还不走？送饮料的，送饮料的。哎，白云哥那边没有握到啊，你出来那边没有握到手。谢谢谢谢谢谢谢，全部都跑过来。谢谢我白云国际音乐会的朋友们，谢谢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哦，李姐，欢迎。Hello Hello。其实以资历来讲，他是我的前辈。不要这样，不要，拜拜拜。谢。哎，现在是拍照时间，对不对？卡正经你啦。我的主持啦，谢谢 ，Hello。然后呢，哎，刚才呢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换第一排了。嗯，现在换这边。事情是这样啦，哈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有谁不知道方继伟姐姐的？有谁不认识吗？你不认识对不对？你几岁？二十九岁。二十几岁？快三十。快三十不知道他，你们家没手机？我弟弟的儿子二十九岁，没有，不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在当我在保家卫国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军中的情人，军中情人，军中的，到现在还是小姑独处啊。对，你到底在质疑我哪个地方？你说，我们要拍照拍照，我哪边？哎，看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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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跟我们纪委介绍一下，我们西湖有什么好吃的？羊肉炉、葡萄，还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刚好纪委跟我不吃羊肉。对对，哎，我们两个不吃羊肉。那可以吃葡萄。啊哦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籽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啊皮啊，葡萄皮对。我刚刚车子经过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，就是。沿路都是羊肉炉，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一定要隔起啊啦，规条街啦。而且每个羊肉都有不同特色，对呀、啊啊，对，有的是一块一块的，有没有带骨的？然后有的是肉片的，真的、哦、都有特色。带、啊、骨，那你喜欢吃带骨还是肉片？我觉得都好吃。嗯，就拢袂无得势啦，安尼上好啦，嘿啊，哦，足够足够讲话啦，是不是啊？哎呀啊，纪委，纪委姐姐，哦，纪委姐姐呢？以前有哪一位？现场的在当兵的时候，他是军中青年，有没有？请举手。这边的都好年轻，有没有？那边那个，你看起来还笑脸，你好可怜。戴口罩那一位，你应该是波多野结衣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对，正确，正确哈。先说正确，是不是？你呀、啊，这么年轻，你们只能找波多野结的妹妹，叫做波多野结巴。这边，还有那边那个，一哭二闹三上优雅。谢谢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哪里？金门的时候，对，所以你有去过金门？对对对，有哎、欸，那时候不得了，哇哦，哎，我讲军中情人，嘿哪看到伊啊，哎，刚才我哥哥有来，对不对？我的亲哥哥，对，他是下铺，他那个上面都是他的相片，哦，真的，我一度以为他是我阿嫂，你知道吗？全部都是，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阿寿啊，这边也是，你抵达八三年金门，你也是金门，所以。他打过八二三炮战的，哇！来，我往前走。真的，你看厉害了吧？是，真的。哎，真的哦，是接待过，有接待过你去金门的时候接待过你，没有？哦，是是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先聊，我去切两盘卤菜。顺便，你有去过大胆岛？大胆岛、二胆岛都有去过，小金门。哎，真的有哎，真的是这样。你好面熟哎，我好像常常看到你，对不对？在彰化，没有？对对对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是阿嫂吗？女朋友啊，那我们就少说一点。好，往前走，是不是往前走？来来来来来，哦，谢谢。哎呀哎呀，非常受欢迎，非常受欢迎。freestyle 就主人了，这是很自然。对对对，镇长在这啦，镇长。纪委前辈，哎，纪委姐姐，你们刚才在叙旧哈，那种感觉我就是在叙旧。对呀对呀，这边啊，哎呀啊，你哎纪啊，你有没问伊不？代表啊，那食到今嘛，安尼三十几岁，搁不爱结婚，是咧想啥？今嘛二五岁啦。
三十几啊啦，三十几啊啦，讲不出话来，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我三十几，一三十四较无啦，嘿。安尼较无人管啦，较无人管啦，是不是你家人管？比较自由。之前要照顾父母嘛。对呀、啊，他很孝顺，后来没有错啊。后来妈妈他们也都是当神仙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你要为你自己想一下啊，就好好过日子啊。过好日子、啊、我也是单身、啊、有宠物陪伴，你单身，所以你单身跟他有关系吗？但是我有时候我会变畜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可怕的哦。我们离他远一点。这位是我们在地镇长啊，来顶顶啊，来 KO 镇长，镇长，好帅、哦，好很帅哦，年轻有为，有为，年轻有为。你哪一点他大汉他妈呀？这么可爱，啊这阿叔啊，阿叔啊，这边一般拢阿叔啦，对对对，阿公丢你买公丢。然后我们在地的代表会副主席啊，还有我们这个是。台湾玻璃博物馆的那个林兆追董事长，我有去，有去那时候有去泰国去玩了一个姑送我妹、哦，所以你是玻璃博物馆的、哦，对，那我可不可以进玻璃圈？我够格哈、哦，而且我要桃红色的，有没有？陈梦贤看到你很喜欢了。陈梦贤看到你要把注意。哎，梦贤晒我晒个变脸，你不知道哦？哎呀，因为我是男子气概的。是是是是，然后我们农会啦，有好吃的找农会总干事就对了。哎，来，好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来来来，酒台来酒台来。我们要准备要唱歌，谢谢，别准备别去。我那边还没有握手哎。哦，他还要继续唱，我跟你讲，就让他去唱。他说还没有握手，然后跟大家握手。来来来，我们直接下歌一边唱。是下歌之后再握手还是一边唱？还是下人之后再握手，好不好？下歌哦哦，下歌之后再握手。下歌，来来来来，带来什么歌？来来，因为我曾经跟周星驰拍了一个电影叫《愿苍天变了心》主题曲。对对对，那个时候当时有两个版本哎，我印象很深。国语版一个广东版，哎对，粤语版的。啊，你是国语版的？对，我两个都唱。我还看到你我俩红，两个都唱。我们要睡觉了呀？你不要再亏他了，我们要听歌好不好？掌声来。你讲的什么代志？那是我的偶像，你。我们时间有限。愿苍天变了心啊！掌声为方继伟，掌声谢谢，来谢谢，来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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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永远二十五，我们一起老一起长大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谢谢，你好。如果让我遇见你，和你站到一起，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。如果让你遇见我，而我依然年轻，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。如果让我离开你，而你依然平静，只愿你放心，也不要你担心。如果让你离开我，假装我也平静，就算是伤心，也当作是无心。谢谢。工作也多，回头又走起，工作也忙，从头痛苦心软，恨你我两地。笑都迷恋，本是应该化作雨投入海的胸襟，却含着泪水任孤独地飘零。本是属于我的你，痛把人生看尽，却无缘再见，愿苍天变了心。谢谢，大家都很热情，很可爱。
只愿。谢谢，小心一点。你好。讲作也多，回头又走千圈；讲作也梦，垂头痛苦心倦。恨你我两地两心多么远，一哭一笑都埋怨。我第一次看到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《愿苍天变了心》，好不好听？好听哈。哦，哎呦，这样子好，耶、yeah ！谢谢。接下来我想要唱《想你想摸你头》，要借大家的手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想你想到摸你头，谢谢。音乐，哟呼！你就好，借你们的手。像我这样用情的人，一定单人床，经常有梦。生命之中最爱的时候，就是在梦里头。尤其是感情的事，永远骗不了自己。我的心中只让你停留。像我这样用情的人，一定泪流得比笑还多。这一生中想欠你什么，总被你牵着走。拥着你在梦里头，才能感觉到温柔。我的心中你从不停留。都不冷了，也不用暖暖包了，还有好朋友。这边的朋友，像我这样用情的人，一定泪流得比伤还多。这一生中想欠你什么，总被你牵着走。拥着你在梦里头，才能感觉到温柔。我的心中你从不停留。这边的朋友，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。一辈子不够，用两个来生。
事就能懂。祝福大家，我们永远要快乐，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你有很多的朋友，我们都要相聚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谢谢，很难看到他都没有变了，好厉害，奇怪，永远的美女。我一直干嘛想问欧雷是用你妹哦？真的哦，因为好像这个岁月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痕迹，完全对呀，对呀，保持得非常好。你不相信？你看我以前十八岁到现在，差很多，差到六十岁。我随便了，我随便了，你说啥？不啦，那个男人呢，就是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帅气，够丢不丢？有那个味道，对，那个很 man 的感觉，沧桑力。